明星求问答。导演，那这个爱情故事是跟你的经验有关吗？没有关，没有关，没有，没有，完全就是。但是我都习惯，就是说在写的时候要先认识他们两个。有一部分可以讲是他是女人的自由意志在男权的掌握下怎么样突破。对，所以我讲的那么明白了，你们就知道是什么电影了。对，就他的爱情，不明白吗？最近就是跟兔兔相处啊，然后有一些比较就是你的心得可以分享。他就是一个，我觉得我很幸运啦。谢谢。嗯，没有吗？这样就好了，谢谢。啊？进去那是女装哎，那是女装哎。啊，想问他今天的打扮。今天的打扮。就是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一个人帮我订设计师帮我做西装，因为我的 size 比较特别一点，比较特别一点。哪个 size 会比较特别一点？特别大，特别大，很长很长。还好哎，因为我看过。胸部比较大，手臂腿比较长，然后腰比较细一点。我有看过温岚的 MV 吗？会不会觉得真的长得很像炎亚纶？长得很像炎亚纶啊！我没有看到哦，你真的是很蔡海琪，你很坏耶！我娱乐行嘞，你们看见我这副帅模样，羡慕我没有关系，可是千万不要嫉妒我哦，霸道。